谢谢你怎么说？小小你，嗯，听懂，仿佛听懂。我到你这里买东西，我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亚尼给他钱，哇，这简直鸟语，我跟你说，这我完全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。你是带狗出去玩，还是狗带你出去玩吗？我是拥抱。啊，我看他还走前面啊，哦，小狗在前面带路呢，哈。等一下，他一会等我的。哦，松溪这个县城，你们家狗应该都很熟悉吧？他，哪条街美女多，他知道吧？哦，这里就是那个夜市。哦，这个夜市好像挺多吃的啊，去看一下。烤生蚝，这什么寿司啊？对。这个好像是金饼果汁哦，臭豆腐对吧？是。有没有当地特色一点的？当地。哦。怎么全都是全中国都一样啊？都是臭豆腐啊，那个。什么烤生蚝啊这些？拇指生煎，吃不下来，我来拍一下哦。可以拍不？可以哦。松溪最好吃的，这么自信？对。人漂亮，做的东西也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真的很精致啊！拇指煎包，对，就比我的拇指大一点点。很精致，很精致。松溪本地的特色吗？对，本地自己做的。哦，给你点赞。谢谢。因为你这家与众不同。好。嗯。师傅，麻辣烫哦。哎，麻辣烫。哦。有没有本地特色的东西？也没什么本地特色，就是这样子。就这样子哦。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吃不下嘞，这个好像是那个鸡蛋饼馍哈。鸡蛋饼馍，哎，杂粮饼。五谷杂粮饼哈。啊，对。哦，看起来很好吃。烤貂皮啊，这个字怎么读啊？烤臊皮啊，哦哟，我以为是烤貂皮哦。哎，生意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啊。现在果汁吗？这是做果汁的啊、哦。对。哦。哎，一看就真材实料嘛。嗯，挺好的。吃什么的，老板？啊？吃什么的？有冰粉，看一下有糯米饭。冰粉糯米饭，哇，你这个糯米饭里面很丰富哎，有那个鸡柳在里面，我看到了。给人选择哈，是啊。那这里当地人喜欢吃辣的多呢，还是不辣的多呢？都很多人。都很多啊！我看你这个配料比例应该差不多，哈。对。其实街头小吃，我曾经大概有十年啊，碰都不碰了，因为呢，不是我不贪吃啊，我对街头的食物啊有一种不信任的那种感觉啊。拍一下。嗯，拍一下。好。哎，银色很好看，银色很好看，吃应该也很好吃。心烤心麦。心烤心麦哈。我发现拍吃的流量都很大，所以呢，
我不太擅长拍这个，但是没办法咯，也得这么蹭流量。像我现在做自媒体，除了图开心以外，还想这个有点收入，对吧？这条街晚上看看还是蛮漂亮的。这个是那个做酒的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哎，你们家的东西很有特色。是啊。是，外面买不到哎。你哪里的？我浙江的。隔壁的，隔壁的，这些都是农具啊。对啊。这个种田的，这个应该是砍那个竹，挖那个竹笋的吧？对对。这个我看不懂，这个干嘛用的？爬，他们做水泥爬沙子的。哦，爬沙子的。嗯，还有除草的都可以。哦，造型不一样，功能也不一样哦。对。哇，你们家东西对我来讲很新鲜啊。最近我去了不少的山区县城，我发现这些看起来落后的地方哦，人气反而更旺。其实逛街绝对是很好的运动啊，应该是最有趣的运动之一啊。多出来逛逛街啊，现在人太宅了。现在呢，因为中国的互联网非常的发达，很多人呢通过网络，通过手机啊，通过那个抖音获取生活的乐趣，这种乐趣全都是被动型的，因为他刷到什么是什么，对吗？逛街呢是一种去发现的过程啊，我觉得这种快乐更有记忆啊，就更有，也更有意义一点，更持久一些，对吧？中国版的突突车，这种车在东南亚叫突突车，在这里呢叫三轮车哈。在我那里还有一个名称，那个名称就不方便讲了。这里真的蛮热闹的，我经常去这些山区哦，我发现山区人民的这个身材啊，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，因为他经常运动，而且呢有那个上坡下坡，更容易消耗能量哦，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更健康。现在城市里人花钱去健身房，我觉得不如去外面逛街。健身房之所以能赚钱，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能坚持，所以他卖出去的卡可以这个超卖。比如说他那里一天只能融入只能容纳五十个人哈，他完全可以卖200张，没问题了，因为绝大部分人是坚持不住的，太枯燥了。到前面麦当劳看看，我经常在视频里讲，像肯德基、麦当劳、星巴克这些，还有那个必胜客啊，这些东西在很多人眼里啊，会觉得是没有代表性的，但是对于这些山区的县城，如果连这几样都没有的县城啊，那真的是满满的这个贫困性的这种味道就出来了哈。虽然这个作为标准呢有点点感觉怪怪的是吧，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判断标准之一，因为像这些大型的连锁公司，它在选址方面啊是有这个参考的这个参数的。
哎，这辆摩托车 Suzuki 的可以哟。Hello， 做直播哎，我晚上关了一圈，你最帅了。真的啊，穿比较低档一点的。你把你帅一点的兄弟啊喊出来逛街、啊，给这个找妹子了，还有空出来逛街、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帅的都去找妹子了，像我这么不帅的，在家里陪老婆呢。哦，听说你们姓是贫困姓，但是看起来还不错啊。我们姓？对、啊、最差的一个姓。最差的一个姓。嗯。哦，差在哪方面？经济还是什么？经济方面。经济方面啊。我姓四面环山。四面环山，环山四面都是山。我知道交通不是很便利，对对对 对, 对，这个阻碍了经济的发展。对对 对, 对、嗯，谢谢你啊，我走了、嗯，谢谢你陪我吹牛逼吹了两三分钟啊。那没事，我背影拍一下，往前走。刚刚跟我聊天的就这位兄弟哈。巴拉巴巴巴。麦当劳，麦当劳给我留下很美的印象。在我小时候第一次吃麦当劳，那时候放的音乐就刚刚播放的那个叫什么巴拉巴巴巴，就 Unlocking It、啊、这种最原始的记忆、啊、是非常持久的，很有可能是能记一辈子的、啊，Oh no， 转过去了。刚才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啊，然后她盯着我，不是盯着我人看啊，她发现我在拍。然后呢，我不太好意思把镜头转过去。我要变得更庸俗啊，不要说我病坏了，生活所迫啊，好吧。刚才给我带路的就那只狗。他的主人一定在后面。回去啦，兄弟，逛一圈回去啦。逛一圈回去。我看到你的狗就知道你要回来了。在这边。绝对是狗带你逛街。他吃狗粮还是吃什么？吃饭。吃饭啊？我们能吃什么他也吃什么。给他加鸡腿。带你逛街。没有加鸡腿。给他买个麦当劳啊什么的呢？买点骨头什么的哈。听得出来我是哪里人吗？浙江。浙江的哈，浙江口音跟福建还是有点点不一样的哈。他有没有名字哦？有。叫什么名字？憨奇。叫憨奇。憨奇啊。哦，这个名字挺洋气的。四眼铁包间，这个搞可以。他跟你姓啊，跟你老婆姓？没有姓，没有姓啊。就你呀、啊。就得憨起啊。啊，你们是本地的吗？本地的你好怎么说？你好就是打招呼，你好怎么说？你不是这边人吗？我浙江的，浙江的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OK。谢谢呢。霞霞。你是本地的还是他是本地的？我们都是外地的，都是外地的。是外地哪里过来？我是郑和的，他也是郑和的。郑和，那就旁边哦，就旁边。郑和讲话跟这里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郑和可能讲闽东话。我不知道讲什么吧。哦。
这样的，你刚刚你教我的是这里的话，还是闽东郑和的话？虾虾是郑和的话。虾虾好像是闽南话呀。虾虾。哎，不是，浙江有些地方也说虾虾的，上海话嘻嘻好像像虾龙啊一样的。比如说，谢谢你怎么说？虾虾你，嗯，听懂，仿佛听懂，这说明这个难度太低了，我想想复杂一点的哈。比如说这个东西多少钱？你们拍抖音吗？怎么说？先教我。这个东西多少钱？对，我到你这里买东西，我说哎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亚尼给他整。亚尼给他整？哇，这简直鸟语，我跟你说，这我完全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。哦，这难度太大了。啊？这个难度太大了，完全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嗯，我过几天可能要去郑和。郑和发展的好一点，是这个这里发展好一点，差不多啊，临县也是，哦，我可能过两三天就去郑和，郑和欢迎你哈，去郑和拍美女，郑和哪里美女多？郑和满大街都是美女，哦，这个我绝对相信，你看，对吧？随机遇到两位郑和的美女啊，最近怎么说？最近，OK，这个山区出租车的银色啊，挑的还是挺好看的。其实这个设计这个东西啊，如果你真的不会设计，你就来一个单一的银色。最烦的就是那些想嘛想设计又没实力啊，然后呢搞得那个花猫一样啊，不伦不类啊。前面有个万角台蛋，香港有个地方 Mongkok 就是万角啊。发现这么随拍的感觉啊，比我想做的内容啊更轻松更有意思。接下来可能在这条路走到黑啊，现在呢你看都黑下来了，说明这边呢已经到了不热闹的区域了吧。好，就拍到这里，下个视频见。